噠，请用33块支持人生海海继续创作，谢谢。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小铃铛、开启，耶、yeah. ！好，大家好，我又画了贴图了，叮叮。这次画的这个是猫猫农民历海橘猫海报，就是它是一只橘猫，但它却有尾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但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家的阿啾就长得跟海报很像。来上图片，好，对，大家投票也投出它跟海报真的很像哦，因为它就是肥肥胖胖的。很可爱，那为什么有海豹尾巴呢？海豹就是海豹尾巴，但是我画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像鱼，但没关系。你说它吗？我说是海豹，就是海豹。然后为什么这次会跟这个农民历做结合呢？就是有一天就是没事，然后就在桌上看到一个农民历，然后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如果这个宜跟不宜的概念呢带进贴图，好像还没有人用过，是真的还没有人用过。”然后我就决定结合这个橘猫海豹跟农民历。然后呢，这一个贴图要怎么使用呢？我来简单的讲一下，就这个贴图其实让你跟家人、还有朋友或是伴侣撒娇用的。那要怎么用呢？比如说，你今天很想睡觉，你就写说“宜补眠”，就可以暗示说我今天要睡到死，不要再吵我喽。或者是今天宜约会，就是嫦娥跟织女，或者今天。宜打球，喜欢打球的人可以买这个。然后还有宜不宜生气，就如果你们吵架的话，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是那个和好，然后就可以今天不宜生气，蛮可爱的，可爱的撒娇。还有这个不宜吵架。好，好，接下来，哎，那你最喜欢哪五张呢？划一下看。好，划一下啊、哦。划快一点，可以看快一点。你还没找到喜欢？没有啊，看完全部啊，领奖金啊，领奖金我一定要的、啊。领奖金，这个是那个喷超强，不宜加班啊，买醉啊，喝一杯啊。你太怪了啊！买醉是买醉跟买醉跟喝一杯不太一样哦，买醉是、啊、喝一杯是开心的时候。对，那、啊、你总是有难过的时候，像上班加班太多的时候，对，就可以买醉。就是扶着电线，这样我就四个了嘛。啊，不宜花钱，不宜花钱。你看我的都是比较、金牛座的。对，又来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啦，最后一个。啊，就这个。这是八百。好，就这几个了。好，那你最喜欢的五个是哪一个？好，我最喜欢五个，就第一个就是这个放空。嗯，因为我觉得这张，因为是我第一张，所以我画的特别久，然后就把那个莲花座画出来。嗯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是蛮喜欢早安贴图的。是啊，对啊，然后第二个是那个背按摩，找不到，在这个背按摩，因为就是我蛮喜欢按摩跟泡温泉的，然后可是都没有帮我按，所以我可能就一直传给别人，然后叫他帮我按摩，他也不会理你，对，可能不会理我，他但没关系。然后这个不宜做家事，史上最讨厌的工作，对，年轻人都很喜欢。那如果年纪大一点有小孩的话，你就可以跟他说我懒得做。你们这些臭小孩，给我去做家事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，第四个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吵不宜吵架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猫狗大战，就是那个什么致敬猫狗大战。我可能会之后就是，如果有这个贴图卖得好的话，我可能就会一直画一只猫，就跟一只狗这样，很可爱，我觉得。然后还有啊，这个不宜那一个。那个是哪个呢？你可以就想说，就是现代人都有，就是他那种华人都有点害羞，可能就可以传这个今天宜那个。傻笑，大家可以暗示一下。然后还有哪一个？你五个啊？你要几个？我本来想六啊，这个啦，最后一个啦，不宜耍废。我觉得这张画得很可爱。然后就因为我就是最近在学画画嘛，然后有学那个透视的概念，所以这个是有加入透视的那个观念哦。就是本来因为我都是画画，不是画图，就是很圆形，就是平面，但透视就让它变得有像粒子这样子。好、哦，对，尽力了啦。好，好，最后就是大家可以支持我的贴图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买一个33块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人生的姐姐，希望她的插画能更多变化，但她目前的时间已经不够。
影片目前是我用工作的剩余时间放假帮他剪的。如果一直没有人订阅，我会正式跟他罢工。我们姐弟能不能和平相处就靠大家了。因为我真的超级少在剪片，剪得不好的话，有建议都可以留言给我，我都会看。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